很遗憾，很遗憾。很遗憾，我们要给杨欣加水了。你答对了，来给杨欣加上一格水。好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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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哎呀，对对对，行了吗？可以。来，请听题。国家规定，女职工的产假不得少于多少天 ？A 是60天 ，B 70天 ，C 是80天 ，D 是90天。我选那个90天吧。你再想一想。90天。恭喜你，答对了。啊！来，给大鹏再加上一格水。我觉得可以用掌声给他加一加油了。你坚持一小会儿好吗？我给你找一个你尽量能回答的问题。下列哪一个不是我国的法定节假日 ？A. 清明 ，B. 端午 ，C. 中秋节 ，D. 元宵节。元宵节不是，元宵节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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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。你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恭喜大鹏。来，给杨欣加一格水，他回答对了。大鹏，今天我要跟你死扛到底。好，跟你死扛到底，你猜他们两个人谁会胜利？不知道。我这边行吗？怎么了？到了。到了，到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到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老人家给我拿个澡巾。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我再给你一道题，我希望你能够回答对。五险一金中的一金指的是什么？哎，怎么还我回答呀？到他了。公积金。 哎，我回答，我是他。公积金。哎，别走啊。哎，我很遗憾，应该他回答。我是他。五险一金，这一金指的是什么？ A 住房公积金，B 统筹基金， C 医疗基金。公积金。恭喜他回答对了。好，他在场外提示下，他终于回答对了。不站起来就行了，没站呢。大鹏说了，我没站起来，好极了，看是你能还是我能。来加水，我不说停，谁也别停。我，维亚老师把话筒升起来，他不需要再说话了。加水。听我喊吧。加水。来，准备盖盖儿。你现在要认输我们就拉倒。不认输。好吧，我也希望你不认输。可以了，都没磕住了，创纪录了都。打急吧那边。没事了。你怎么样？我可以啊。我也没事，我不干了。你没题了吧你？你输了吗？我不输。你站起来了，我宣布本场获胜的是员工队。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辽宁卫视你好达尔文，感谢各位的支持，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谢谢所有的朋友们，谢谢。